想要快快长大，一起参加六二四绕境，一起亚中棍。哎，你敢没猜过闹跑哦？我们想要在今年的六二四做很厉害的事。我听一心说，气息内工作室的人许的愿都会特别灵验哦。那我的愿望就送给你吧。我会一直追，一直追，一直追，追着我的任性。1月3日起，晚间8点，神之乡就在华视频道。